要不要你？没有。哦，刚才我就看到了，就是这么恶心这个。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贺田泉。最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到日本这么久，我还没有去过美国的大超市好事多。好像我不是说只是我来到日本没有去过，我好像在中国也没有去过。看到网上美国的好事多就是特别火嘛，尤其是那个一整只那个烤鸡面包啊之类的，就是特别有名，卖得非常好，边看边流口水。然后呢，我也想去看一下，走，咱们去看看吧。可爱可爱，你看那多可爱，你看那的开着奔驰来买菜。烤这么大个，这也太大了，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在这睡觉了，我感觉。嗯。我可以做两个 baby 的。你说我们应该拿一个就够了，但不要这么。这么有名的 chicken 在どこですか？在那后面。啊，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です。丸ごとの。右側にあのケースが入っ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ですよ、フレッシュパーク。外人多いですか？外人多いです。こっちドライなの。ドライだけど飲みやすいですよ。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どうぞ。スイーツな方も甘い方も。これは甘いです。これも冷やして飲むと美味しいですよ。デザート。はい、どうぞ。甘いね。甘い。ジュースみたい。そう。アルコールも7度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しゃ。这个才2200。お。很便宜啊。嗯。98跟奥巴差不多吧。奥巴差不多。嗯。这个是我心心念念的鸡肉。拿哪个呢？哇，还是热的了。拿这个吧。100克是378，那很贵啊。很贵啊，不便宜。超市里面也才200多。我感觉不便宜。对，也不是很便宜啊。不便宜，对吧？超市里面不是一片才100块钱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里有20片吗？不贵啊，1234567890，没有。对，这个蛮贵的，其实每一个的量就特别大，然后给你那种错觉，让你觉得好像很便宜的感觉。看单价就行了，看它100克多少钱。这个带骨头的这个牛肉应该挺好吃的，这个来一个。牛舌吗？对对对。すいません。これ冷凍はダメだよね。冷凍。できますよ。冷凍。できますか。はい、大丈夫です。ただちょっと解凍するのに時間かかるんで、週間2週間ぐらいは持つと思いますね。冷凍して切って冷凍しておけば、このまま冷凍しとくとちょっとあれですけど。あ、この一個帅哥朋友跟他聊天。真的拿走喽。拜拜。このパイが冷凍すればどのぐらい持つですか。できないです。冷凍できないです。它直到4月4日。可以冷冻的吧？贴了冷冻吧。可以冷冻吗？我问问他。看着什么？找到机会又去跟帅哥说话了。巧克力的这个蛋糕跟这个草莓的，他说冷冻可以，但是解冻完之后就会变得很奇怪，水水的。这个等一下当中午饭吃吧，买一个。很 healthy 感觉。你买了啥？沙拉的，然后买了一只鸡，然后牛排，然后 blueberry。比较健康的东西吧，这个面包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都说很好吃啊，所以我就买一个尝一下。面包要不要？面包你拿两个人吃呗。确实很嫩哎，很嫩。这就是全国人民说的最好吃的面包。就是普通的黄油面包，看不到。嗯，好吃。哇，好烫啊！刚刚做出来的那个是哈，对，要吃这个大鸡腿。好吃，哇，它这个鸡是刚刚做出来的，很好吃。对，嗯。每个地方各自性格不一样。
我真的超级热啊！味道好好。这好像是要拿来料理的。不用不用不用，这是沙拉的，不用，这是生的，就这样吃的。真的？假的。那个是要煮的，那个是西班牙的橄榄油焗海鲜，是要拿回来自己料理的。我们刚开始吃的是那个虾，那个虾是熟的，所以我是完全感觉不到这个是要料理的。后来我们吃到那个鱿鱼的时候才发现口感不对劲。在超市买的时候只看卖相不看说明，错把它当成沙拉了。哇，超级甜，吃的他妈一份之一，好吃。哼，看见没？哈哈哈哈哈哈！在地上捡一下。在哪里？ここから海に近いけど行く？行こう行こう。它的这个胸针很长啊，这个吗？确实蛮长的。哇，很漂亮，有沙滩。哇，他们都在那个抓东西。他们都在挖那个海鱼。Yes, man. 你好，你好。我看你那个手法，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一般人。在这里挖是不要钱的吗？不要钱。好厉害！姐，你在这边一天可以挖多少啊？我也是偶尔来玩玩，没有。看你这很专业，哇，果然是有专业啊！原来还有后援的。很多啊，在这里。你们几点来的，哥哥？刚来呀。刚来的。刚来啊。看人家都有工具，对啊，很熟练啊。很多这里，这边没关系吗？都不会被人讲吗？不会。你是经常来吗？啊，我来。我そうです。カキってなんか美味しいらしいよ。美味しいよ、美味しいよね。こんな簡単に取れるんだ。取れるよ。大丈夫なのか。まあカニだから大丈夫じゃないかな。身が全然見えない。見えない。おばさん今取ってる。すごい。什么东西呀？何何？看这个。啊！我刚才我就看到了，这真恶心，这个。像蜗牛一样。像蜗牛一样。像蜗牛一样。这个好恶心啊，这个黏糊糊的。不黏，它是软软的。哎呀。何やってんの？何？どんどんと。あ、これ美味しいよ、これ。わあ、やばい。ねえ、お姉さん、青い砂にどんどん出てくる。どこ？いや、私怖いんでね、そういうのが苦手。何が？青いそうめんだって。なんでそうめんで言うの？食べれるのこれ？いや違うよ。ないよ。魚の餌だよ。怖くないよ。他们在找尖尖的石头作为工具来砸那个海蛎。拿你的下巴去砸那个，应该能砸得动。给我看一下你找的一个棒子。那你这个准备怎么搞啊？这个？敲，直接敲。敲着，然后你们拿桶装，然后直接找你。没去便利店买工具，在丛林里找了半天，找出一根木棍，找到一个大的木棒去敲海蛎。桶给他拆了。这不高兴什么啊？哈哈。找我啦！啊，要鱼要走。他还要吃啊。好了，就这样吃嘛。你掉了没关系，真的是讨厌。哎呀，没有，你快打出来。不是这样子打，这样子打好不好？看这样子打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这样子打好不好？塑胶，塑胶了吧？嗯，真是的，哎呀，宝可梦牛逼的是，碰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这样子打，你知道不？对对对，来，我捡起来，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小米已经灌输，已经现在想要拉一顿回家了，没有一顿他就回家了。Hello， 我们回来了。在去完美国的超市好市多以后呢，因为那边离海边特别近嘛，我们就顺便呢到海边去看一下。没想到我们只是去欣赏一下风景，结果看到大家都在挖生蚝，好多人小朋友在那边捡那个蛤蜊。我上次专门跑到海边去挖生蚝，没有挖到，没有想到去挖生蚝，所以呢一点工具都没有。下个星期我们带好全部装备再去挖生蚝。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我人生第一次到美国的这个好市多超市里面的感想。它里面的东西哈，就是你如果看单价的话，它是没有特别比普通的超市要便宜很多的。如果你在美国好市多超市里面买个十公斤的东西，然后再到普通超市买十公斤的东西比起来的话，美国的这个好市多是要便宜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量多，它主要是薄利多销，所以说你如果要买量很大的话，我建议你到他们超市去买。买少量的人的话，普通超市就完全 OK。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东西是非常好的，我在他们超市买了是那个鸡肉，因为是刚刚烤出来很好吃。我还买了他们家的带软骨的牛排，那个牛排烤起来是非常非常嫩的。因为我很喜欢吃水果嘛，我买了哈密瓜跟蓝莓，是非常非常甜的。还有一个就是被捧红的里面有30多个的那个小面包，就是普通的黄油面包，普通的超市也有卖的，但是他那边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火，适合大家庭嘛，小朋友多的情况下，早上喝牛奶呀，你可以煎着吃啊，做那个吐司也可以啊，配起子啊都是可以吃的。哦，那个小面包嘛，我拿回来之后我就吃了2天，然后呢还剩一大袋，现在还在我的冷冻库里面放着呢。如果不是经常吃面包的人，我是不建议买这个，吃不完的。以上就是我在美国好市多购物的感想。我不知道中国的好市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去过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下面告诉我哦。如果我的频道对你来讲有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像蚂蚁屎那么小小的帮助的情况下，也请你帮我点赞转发关注一下哦，谢谢。我主要是分享的是日本普通的生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谢谢。我是贺田泉。